来，辉子，哎，英哥你好，啊，我想聊一下，就是国内的这个艺术生，还有啊，这个艺术骗局吧，属于是。啥叫艺因为术我现骗在局呢？就是国内学，我光说音乐啊，音乐方面，我是音乐生，就是国内学音乐的没啥用，我说实在话。能听见说话吗？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咋的？说啥了？就是我觉得，在国内学音乐没前途。你觉得国内学音乐没前途？那你就你觉得哪有前途上哪儿呗？家里有条件的话，就是说呀，就那，啊，十二点了，挂灯牌了，兄弟们，十二点了，挂灯牌了。但是国内这边很多学艺术的也都那个。挺能霍霍人，反正。我个人觉得啊，我曾经也是个艺术生，我曾经也是个学这播个，音的时候是吧？不是，我最开始是学音乐的，我单簧管、长笛这些我都学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正儿八经，我单簧管是考过级的。妈，感谢我圣托哥小号在人间的环球那个环游世界啊！哎，圣托哥，你是不是该抓紧得到上海来报到一趟来啊？有事儿找你啊！完了那个，我曾经也是个艺术生，我。大概是长大了以后，我才有的这个概念。我觉得学艺术就是一个滚刀。确实，它滚刀在哪儿呢？你非得说我这东西不好，我可以非得说你理解不了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还有个滚刀的点叫啥？本身我认为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：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艺术它就是个文，没有第一。你非说哪个好哪，你李白诗一定比杜甫的好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不对。那么感谢大哥的舰长啊，感谢第一次随风舞的舰长。所以说，艺术这东西本身就滚刀，主要看话语权在谁那儿。就当下的大环境话语权在哪儿？我们当下大环境，无论是音乐也好，还是说这个画画也好，怎么着也好，我不能说100%都在外国吧，都在哪儿？确实，大部分都在国外。对，就是话语权在人家那儿。我可以这么告诉你，如果当时我们的小蝌蚪找妈妈，我们的葫芦娃最先走出世界，就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水平点上，你比如日本漫画始源于哪年？18几几年，我记得我看过一次。就我是说，如果当年我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跑，我们做的像好莱坞、像日本一样，我说啊，就如果当年同一时期，我们都是社会同一个时代，我们开始引领的，比如水墨风。咱别说是这个国画风了，水墨风的动画，那我跟你说，我们输出了这个方式以后，全世界一定有很多人认的是水墨风的。但是很不幸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输出，所以被别人主导了这个话语权。比如就是二次元日漫这东西，他那个时候就是占据这个主导权了。那比如好莱坞的个人英雄电影，漫威，他就是那个时候占上这个主导权了。所以说现在话语权就在人家手里头，对吧？话语权在那儿。那民族乐呢？就音乐，二啊，胡笛子啥的，二胡笛子什么的，木笛，它不也是早期有的吗？有啊，所以音乐上面不至于差那么多呀。就是在国内的话，哎呀，我觉得就是我能，明白，我觉得理解这个滚刀，我能这么理解吗？就是说，一个大骗子，然后教出来一堆小骗子，然后长大之后出去继续骗人。那倒不至于。那就过了，就是谁我刚才说的是一半儿，谁先做流行谁，流行完了以后还得看取向。比如说，漫威有没有正经有漫威迷吧？这个黑蜘蛛侠劝退多少人？说实话，比看着钢铁侠死了都难受。蜘蛛侠变成黑的了，对很多人来讲，比看着钢铁侠死了都难受，对吧？因为你发现他那个东西不单纯了。他不是在纯粹的讲他那个善与恶的故事里面画的那个社会了，他开始玩上某些东西正确了，你明白吧？所以说，这。他这个就是一种什么？他这个就是一种他在走下坡路的一个路线。钢铁侠咋死的？钢铁侠卖袜子是让卡车撞死了，
就是所以说就是他在走下坡路的路线，他支持他的人会变少，会离开他支持他的人，那你这个时候其实是有机会的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，可以这么说。比如日漫他现在还没看见明显的这东西，如果他有一天像美国的漫画，美国的动画片，我前一阵讲过，就是那个谁，那个有没有知道那个，就是叫那个 Leo， 搁洛杉矶就那个训狗训犬师叫 Leo 那个，知道吧？他当时发了个日常嘛，他家周末的时候，连带邻居家非常关系非常好的两家孩子，四个孩子坐沙发上看下午看动画片，完了说看那个骑士斗恶龙的，就是俩骑士一起携手去斗恶龙的，说孩子搁那看吧。他们搁院里溜达一圈，跟那狗训完了，回去院里面说动画片结局，俩骑士亲嘴了。当时给家里面四个大人，来自两家的父母，当时站原地石化了，小孩也石化了，小孩三五岁石化坐沙发上，啊、哦，你明白吧？你本来是哥俩我讲话了，就是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完事切图完大龙，俩人亲个嘴，我操！你这一下子，当时就是屋里面全屋人都石化了，我都能想象到那尴尬的画面。你像他慢慢开始，如果他们东西有了不被大家所接受的点以后，其实我们的机会就来了，我们机会就来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国内的音乐就是艺术类的，会就比如说文化类的嘛，就是往上走，中华文化嘛，就是会走上坡路。但是我觉得这我就业面还是特别特别窄的，比如说如果说想拿这个吃饭的话，那还是不太现实。那看你学啥，你学音乐的？对，我学美声的，说是唱歌的。啊，我说一个啊，不，你学美声的？对。高男高音呐、啊，男中音，男中音，对，之前男低之后改成男中了。男中，你那相当于学了个啥？学了个二氧电弧焊的硕士。啥意思？你要说不会吧，你会一点；那你要说会吧，那玩意儿没他妈啥用。我小三门还行，英哥，我小三门考了满分60嘛，考了50分。我就是乐理满分，然后听音儿。我看榜一大哥说啥，把Bill哥就是说你问你能不能唱，你唱一句，我们大概听听，我听你什么水准？听什么水准？行，那我唱一两句就行，你拿手的，就现在跟你脑海里面回荡的旋律。行，我一个这什么语我也忘了。Dear forgive me, let me be just as Lucy, how is a hope so so？ 就我是刚睡醒了，英哥看你直播，嗓子不太好。别喊你是萨满呐？不是，你刚才整的啥玩意儿？你们招啥你啊？这是捕鸟人呐、啊，捕鸟人，这是啊，捕鸟人啊 ，OK。对啊，我寻你妈唱歌之前好像要招啥似的，整点效果，确实会点。那你现在一般出来以后，那你说就是曾经你的前辈男中音混得好的都是什么水平呢？都干啥呀？90%转行了。那混的好的现在是啥样吗？混的好的考研嘛，考研之后再当老师呗，就只有教培行业，没别的了。啊，只能干教培。对，你要是本科出来3000块钱去个机构里边是吧？带带小孩啥的，你只有也就这些东西了。你除非你有点名的，比如说明星那样的廖昌永啊、石一杰的那些的，起码你。但是也是少数，太少了那些。那我说白了，你等于你现在学了个 BB 机维修，这回学正精准吗？我你等于你 PhD 博士读的是 BB 机维修，你毕业了，你妈 BB 机淘汰了。那个啥呢？你别说这行业是骗子，你艺术不是骗人，你的职业没选好啊。那职业那我身边也有别的学乐器的，大提的、小提的。那个、大题小题的，你别管人修啥的，人家好歹是修固定电话的，固定电话办公室还有。你 BB 机相对于固定电话那个时候先进，现在完了，这玩意儿说不准。是，我理解这个，但是我也是主要是看到，
很多学乐器的也是没有活干，也是大部分都转行转业了。那确实。然后那乐器直接废了，会花好几万去学。那我觉得你这不是属于端起碗来吃饭，撂下碗骂娘一样吗？你学的时候可不是啊，哥们儿。你们同 学你同学聚会的时候，你上 KTV， 你光光搁这点歌，一点点五六首的时候，你可能没说自己学这玩意儿骗子。你点没点？我问你，你唱没唱？没什么。你要脸吗？对对对，人上 KTV 唱歌的时候你没唱吗？你为什么？我去，我刚去乐了，我去去个大逼嘎怎么的？你对不对？你没上去哼吵的搁那吵吵吗？你要有画面的时候你不说了。现在他妈不好找工作了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就是个骗子职业，这玩意儿没有工作。是，当时也在考虑，也就能去装个逼了，也没啥别的用处了。当时就想过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说吧，那你现在你到时候啥不行当主播吧？那当然。主播，咱这长得也不咋地，就会唱歌，有啥用啊？卖唱的那，我现在是有个朋友，男的，但是声音特别细，像那个周深似的，周深，哦、周深呢？忘了。周深，他也是学美声的。对，男的，完了嗓子贼高，他就当主播了。完了，前两天花15万做的皮肤，做的虚拟主播，火，对不对？人家一天也唱歌啥的，人也不少，也不少人听。你如果能火的，那能火的，其实火网红这边能火的也少呀，哥。不是，你像你那都还行，整个抖音能完了，他们疯狂点砸钱小巴，疯狂搁那砸小巴。我没猜错，此时此刻小巴直播间应该有人说，英哥说你是男的，应该此时此刻消息已经走漏过去了吧？不是，我觉得你要不行，你要觉得长相不自信或者怎么不愿意露脸的话，你做虚拟主播也行。互联网现在正在做一个葫芦型的发展模式，从最开始双击老铁666，到开始有拍什么。段子啊，有才艺啊，有什么老师，这是层层面都有。现在又要到这个收口往回收了。对，那回国体验上 K 比不一会儿。一会儿单独给你讲上 K 的事儿，大哥啊，就是我跟你说，现在又要收这个口，收这个口是什么？嗯、是精致的口。这么多主播要拔人尖中的人尖，原本那唱歌的、讲话那有一把嗓子的，别管专业不专业，现在基本都被淘汰了。到最后还真就唱歌这活还真就得扔给专业的。不专业的他怎么唱他的？你就是平时你搁 KTV 唱再好，他也不行。主播这条道要求是变得越来越高的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要，如果说是这个就业难的话，我建议你走互联网的方向，因为本身你这个东西真的只能是，我说不好听，就是靠打赏吃饭，要不你咋活？拿工资去啊？要不就说，哎呀，要不就说这艺术真的就跟那个骗局一样，真的是。嗯，你说上个学、啊、那不是骗局，你别学的时候享受，练的时候牛逼，给家里唱的时候骂这还行，以后上美国能当人班长，你别学的时候觉得行，完了学完不好找工作是骂这玩意就是个骗子，显得你自己跟输不起一样，想招去找一条自己能走的道就得了，是自己选的路。嗯，对，找一条自己能走的道就完了。但是我说实话，你要当主播唱你刚才那种的哼哈大鼻嘎什么的那种歌，那肯定是不行。这老新人直播间让你展示一首，你唱的是啥？哎呦，我吃了个大逼嘎！别的英哥，我那你当时说脑子里边第一首歌，我想了，那玩意儿，产业不知名罗宝，你再唱一遍，刚才不是我说，你再唱一遍，刚才咋唱的呢？Die Vogelfangele bin ich ja, sie ist los, sie heißt Hubsasa, ich Vogelfangele bin bekannt bei Art und Tun im ganzen Land。怎么整出什么俏丽娃什么？怎么整的？没少整啊，看见没有？没少整，确实听不懂。那他这个发音，你说不会吧？他会一点儿。你说会吧？你确实你也听不懂。你有可以唱点中文歌？我现在脑子里边有中文歌。行，你学这个东西，确实一发音能听出来，就是有点那个胸腔，好像确实会点。小众，对，有点小众，你不行尝试一下当主播吧？啊，你这挣着钱了就不骂了，少骂，别挣不着钱就骂，完了挣着钱了就高兴，别就那么 low 的啊。行，好嘞，嗯，谢谢去吧啊，嗯，谢谢。
好像都多少多对他多少好像有点那个胸腔共鸣的，我也有胸腔共鸣啊。就是我当时我这个黑影难搞，呼呼哈哈，嗨嗨，不行，今天嗓子不太得劲，你哪天嗓子好，我给你们唱一个。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有个歌剧那个女高音那个，就是唱那个家巧那个，就是家巧，就小鸟啪啪啪啪飞个那，哦，哈哈哈哈对，就是我也会一点，我也会一点，都是艺术，艺术这玩意都相通的。孙悟空，你